叫冷啊？那网鹅的啊？我现在学聪明了嘛，都会网鹅的，来给我看看，我也来看看的。我还是认为。你那紧呢？你记得紧呢？啊？你记得紧呢？黄小六，你把奖不奖励？嗯。哎，这心还怕你啊？这都不着急会打我是吧？啊？刘勇，你咋的啊？啊？你是不是忘记我有个铁锤？来，不是让你跳，让你过来，到爸爸这里来。乖啊，爸爸还是喜欢跟你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昨天晚上夜里边，媳妇儿不睡觉，在找结婚照。我这一看，这结婚照都有啊，都在啊。看见没有，都在这儿。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傻了？现在我再跟他学一下，他是如何喊我起来陪他找结婚照的。我给你找个东西啊，当做是我。This is me。哎，怎么了呢？怎么了呢？钱？啊，还睡？睡着我呀？你有毛病啊你？睡？什么人聊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别放屁嘛！睡。媳妇对我老凶残了，你马上跑到人家起来走的，我控制我睡觉，听见没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诬陷我，你诽谤我，我没有那么凶残，我跟你说。啥里的？别嘴啊！有事把事说清楚，不要嘴，有事说清楚，来，尽量说清楚。先上里去，去洗脸取经呢。我是这样拉你的，我没有像你那么凶残。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美人哦，那这样的，红花楼哪里找到的？在这里。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我看的来，我来先来。哦，几块鱼，哇，一刀甩过来，甩过。谁让你当面把红花楼钉在你后面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当初我就没想到有窗帘这个东西，懂了吗？嗯。不能够，就这么简单啊！哦，开口我就没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疼！过来，你得赔偿我精神损失，赔偿我那个精神损失费，是不是了？一百块钱上，一千块钱弄，懂不懂？多少给定啊？别走！照你敢踏出这个大门，你永远都不要回来。说晚了，说晚了，我想记得你走。脚上了，这有苍蝇的呢，快！肯定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哦吼吼吼！这种长大容易开了，容易裂开了，它先疼，知道吧？走了，走吧。把你脚活活了，出来个勇夫的那种。人家本来就怀了你的宝宝，你不承认了吗？啊！走。昨天晚上媳妇让我起来陪她一起找结婚照，我是一脸懵啊，我以为她要找什么借口想揍我一顿的，没想到她是真的起来找结婚照。我再给你们悄悄地说一句，我媳妇还有点强迫症，她越找不到东西越想找，那样子真是让我有点哭笑不得呀。看着媳妇那个样子有点逗逼，娶个逗逼媳妇就是好耶。学一下昨晚媳妇离家出走的样子，小包一拉，拉链一拉，手机一揣，到哪儿啊？这个小包是不可能忘记的，毕竟嘛，里面有好几万的。然后呢，一步三回首，就忘我，一边走呢，还一边骂我，说我是个王八蛋。